海味新鲜上桌，冰镇蟹脚、战斧猪排，看了垂涎三尺。汉来大饭店耗费十年，用五星级回军北上，选在南港经贸园区户外无边际泳池，让民众边游边看风景。还有天空森林围绕的户外礼堂，外观纯白典雅，三面水池环绕，是全台唯一。最主要是服务很好。 因为像有一次我入住的时候，我有跟打电话去客房要一个 OK 泵，然后访问人员送来的时候，不单单只是把东西给我而已，他有询问我说我有没有怎么了。南霸天进军北台湾，六间特色餐厅，包括自助餐、粤菜、烘焙坊、国务等等，具备两大国际奢华酒店服务认证标杆的金钥匙，以及英式管家团队，要在台北五星饭店杀出重围。那我们位在南港展览馆旁边，所以我们的客群是以商务为主。 那散客呢？我们希望做到占比是七成五。那团体客呢？占两成五左右。控制火候，顶级和牛，首度刚好六福万怡酒店，以半自助式吸引客人。高档牛排随意选，也能享受各国料理。就位在南港车站旁边，利用交通便利的优势，吸引亲子客群以及展览馆商务客。另外还有台湾第一间四季饭店，选址台北信义区，预计2025年开幕。三井集团在台第二家饭店选在敦化北路，预计2026年开幕。还有台北洲际酒店位在大巨蛋园区，最快明年试营运。今年国际酒店纷纷在台插旗，看好后疫情旅游复苏，瞄准高档路线，抢攻高端商机。三立新闻高冠轩、沈婉怡、森区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